来自德加乡的消息，农历三月初三是先天上帝圣诞。德加地方信用中心进步庙何塞先天上帝，日前上午三点在庙门前发炮起架，绕境队伍巡行德加乡内十二个村、二十四个庄头，为乡民来祈福保庇。每一当德加进步庙绕境，就是地方的圣书信众拢会在家门前摆鲜花、素果来接待欢迎。这件在凌晨三点来起驾，由乡长曾亮泽、议员张继珍、庄俊杰、德加地区农会总干事林梦怡、德加乡民代表林佳慧、戴家宏、王俊宏来共同上香祈福。今年的顶头将会顺德加乡内十二个村、二十四个庄头。伊即件庙方嘛邀请德加高中乐器队，啊，佮有德加国小的乐队来进行祝寿的表演，予地方的合主有一个表演的舞台，嘛予上帝爷公保庇乡内的大小朋友保庇平安。谢谢新闻中心德加乡蔡宏报道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2024庄头剧场巡演来啦！我拉曼查唐吉诃德以英勇骑士的名誉向全能的上帝发誓，我要帮助我的仆人桑丘找回他妈的夜明珠。纸风车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庄头限定版龙来啦！除了要对付这个遁地双头龙，还要对付一只啊飞天四头龙，各式冒险呢，相信会给大朋友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感受哦。听说除了晚上演出，在下午就有许多的表演。龙来了！哎，不是现在呀、啊！